颜真卿，剑持是真，古丘为甲。小六，赶快啊，慢慢走 ，Let's go。小心，小心，小心，前面有水，张良不要太前面。慢点啊，这个石头很滑。嗯。我们都在这里。这里面就是我和你的部，就是胡秋山最神秘的地方，剑池。剑池这里边有三千把宝剑，还有好多金银财宝。